去年六月采收完之后，到今年三四，今年一月多之前，那个时间采的花酿成的蜂蜜。所以呢，酿的花蜜，而且又凝聚比较久一点，颜色比较深。这一罐呢，这一罐是今年差不多一月多之后，偶尔还是有一两天有阴天，还是花有开，采的花蜜酿，颜色比较开。时间会改变，好，点回灵感的沙，但是可以告诉大家，没有了。连我告诉他，就只有我要的那几瓶，连我自己都没有，太过分了，黑色的代表提醒你话的太多，后来，这个就是我现在想到的解决方式。之前我是设想想办法想办法能不能怎么卖，然后我要想办法去找一些特色产品，然后哪特色产品都没有怎么办？说蜂蜜没蜂蜜，说这个没这个，原住民不就饿死？你说你要卖这个芒果叶实力，没开花没结果，你要卖蜂蜜没有啦，只有去年的十分之一产量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个蜂蜜一瓶多贵，一瓶大概六七百 CC， 一瓶1000块。成本，你如果不熟的，今年你去拿一瓶大概1300-1500，如果有的话，然后如果正常的话，一瓶1000块。那我们通常买的花蜜是多少钱？蜂蜜多少钱？一桶啊，3000CC 300块。所以不知道的人听到了1000块，要挟我们，然后他白痴，那是真的，真的蜂蜜。所以呢，我心里设想是不是想办法来卖一些特色的东西，怎样弄？发现有它的困难在，有它的问题在。所以我这个是我又下一个阶段，这个阶段是我今年初找到了解决方法。然后呢，今年夏天我总算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，就是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报告，今年初的方法是这样，想办法借力精油物流，然后特色农产品把它卖出去。但是钱会不会不见？特色农产品会不会长不出来？会，稀烂啊！结果呢，我就开始啦。接下来是玩耍时间，也有广告嫌疑，因为我也没别的照片，这就我办的活动照片。原住民，但是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去查，可以搜寻一下。每年四月多都会有办贵族笋活动，汉人、客家人也都有贵族笋，不是只有原住民的。然后都有办什么贵族笋的活动，但是可以去查一下相关的贵族笋活动有没有亲自采贵族笋的活动？没有，有贵族笋之旅、贵族笋叉叉叉叉叉，都没有亲自采贵族笋，都是走完一圈玩很高兴，吃完之后然后买，然后那边摆一包贵族笋那里，没有采，没有弄。那另外一个例子是原住民他们另外一个特色叫做马告，今天忘了带。那个东西很好啊，然后也要办马告之旅、马告之、马告游程，然后也要吃马告餐。可是马告也不能买，没有。那个游程仍然没有协助他们卖马告，所以原住民农产品仍然没有卖。那满山的贵族人会不会自己摘？不可以，因为所有的贵族那些山地都是私有地，都是原住民的。那因为我跟原住民都认识，这些人认识，不认识的我也会透过人知道是哪个人的地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跟人家讲，瑞祥，你家的贵族笋今年留给我啊，我们就去瑞祥家采贵族笋。我们今年是安排福山村的那个猎人他自己的贵族笋，然后我们去采贵族笋，这是小朋友摘起一根，然后我们去弄的过程里发现，贵族笋一根膝盖高。刚刚好，很好摘，直接折断。它不是用挖的，折断的。所以有人节目是用踢的，干嘛的？好，然后呢，长到这么高可不可以吃？可以。长到天花板那么高可不可以吃？可以。吃哪里？只有吃最末端。结果阴错阳差，这一点很棒，因为小朋友他也想要很有成就感。结果小朋友都挑战什么样的贵族笋？一层楼高的，两层楼高的贵族笋。我要采那么高的，然后爸爸、妈妈要帮忙他采，
很好很好，亲子活动啊，这个爸爸爽了两次，因为摘过两次，他爽到不行。好，我们那这个是猎人的背影，那后面那个小孩子，自从我运作这些事之后，他已经自诩自己叫原住民，他还搞不清原住民什么意思。啊，很厉害，这一根，他就告诉他爸爸，他要踩这一根，还可以踩啊。那踩了之后是垃圾吗？不是，踩了之后，啊，踩了之后还在踩。你们看到这小孩，那天花咚咚破顶了。这一根可不可以采？可以。可不可以吃？可以。好，小朋友采了之后，哇，你看他拉那么大根，事实上后面要折断，可他不，他也不知道，反正他就把整根拖过来，告诉我们，我采的。啊，然后呢，开始来剥桂竹笋。当然有那个手势啊，有那个技巧，那小朋友不一定会听得懂，还是用他的小手在死命的搓，死命的剥，很有成就感啊，没关系啊，搓剥。然后剥完之后，我们就现场煮，现场煮，把它煮熟之后给大家。那这是我们的午餐，就一些蔬菜啊什么的。然后这两锅是煮好的稀，煮好的饭直接倒在这里。平常是因为死小孩叫他吃要恳求，他这个时候全部围过来，我就刚放下去而已，干啥事？六七个小朋友就拍到三只最正，哎，跑过去直接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午餐。那这个不是我们汉人烤肉小河片，他们是直接整条五花肉，然后只有沾一点，加一点点的盐巴加烤，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。我发现现在所有活动好像大家最喜欢的是这个。好，老师，那吃素的去那里怎么办？旁边有蔬菜啊。有啦，有的吃哈。嗯，然后呢，再来一桶饭，然后就是炒好。那么我在运作这件事情中，那我还要运作其他活动，暂时没做，因为重点是拉回我们这件事情。好，这也是那个刚刚讲的那个乌来群，满山遍野都是。好，那我们一次活动四月，那路边看到了桂竹笋，顺便采一采，然后这个弄一弄，做一点点午餐。那我那个活动叫做跟着猎人去散步。哦，那就是10号的那一个。基本上这个活动一公布就立刻没有。对啊。好，那这个是重点是在原住民介绍各种东西，不是吃。我到我还搞不清楚什么大家都在讲什么，但是他从入口介绍入山的仪式、该注意的规则、沿途介绍进去。老师，那10号可以排后补吗？没机会，谢谢。我还用24力把最后使命要给我砍进来的25个，最后5个全部赶走。哎，那个不是赶走，是另外加长。那我们去的那个不是这个哈、哦，我会带大家去这里。他们说只有我，没有练。然后就跟着练去。这个是东南科技大学他们那一团。然后呢，做了其中一件事情是在森林里面荡秋千，自己上我 Facebook 看，就那个在森林里面。那有体重限制？那个体重限制没问题，因为那个承载量200公斤都没问题。在森林里面打，非常不错。好，这个是我发现说，事实上大家想要的，有没有发现？会竹笋，然后跟着猎人去散步等等，大家真正要的，你要卖出这些东西，可是大家真正要的是相关的其他周边服务。可是这样好像有点离题了，但是这个好像可以卖出去。我运作那个桂竹笋的时候，一天那煮出来一天都100多斤，可是一次活动，中午吃完，每个都顺手带他个10来斤走，5、6斤走，因为这个是我亲手采的，不是体验而已。这个桂竹笋是我亲手采的，而且里面肯定没有放任何药，刚刚现场煮的。这个桂竹笋它不安全，它不安心带走。当然活动本身就有让每个人可以带走3斤。3斤啊！哦，我隔壁的瑞祥还要，你要回去跟他炫耀，是那是一杯砍一半，炫耀。所以这样的东西反而出了去。那为什么特别讲桂竹笋？可以再上网查另外一个东西，桂竹笋的价钱是多少？就一小包100啊？错，那是零售价，再去查。
不是零售价，零售价是我们买的零售价，但是他们 卖出来的价钱是多少？一斤30到40，一斤会竹笋，一斤30到40是煮到好的，不是采下来，采下来还会折损大概一半，你还要用要火要炉子要煮到好，还要搬到大盘的大盘或是商家那边，运费都算一斤。好，那这是大外面的价钱，那乌来价钱好一点点，以往可能会有到60-70，可是呢，今年这几年天后越不好，那今年特别奇怪，以往的贵竹笋是从由南而北慢慢涨，乌来也是，乌来是从福山村第一个涨，然后呢，第二个信贤村慢慢涨，涨到乌来村，可是今年所有的乌来乡内的5个村全部同时涨，所以呢，贵竹笋的价钱。采了之后，又有人正好缺钱，一口气背了100斤，去给老板。老板，100斤给你。哦，什么东西？贵竹笋。邪恶的商人，话不多说，1斤40，刚刚开始而已哦。今年啊、哦，不是40，1斤50。今年的价钱，1斤50。从刚开始产，照理说刚开始产价格最高，一口气砍到50，从此今年的贵竹笋价钱再也没有起来过。那去年也是，去年是轮流涨，但是去年贵竹笋的价钱也只有1斤60。所以这件事情，我发现说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价钱，不是跟随市场价钱。这会遇到什么事情？你就算有贵竹笋，人家不愿意卖，人家不愿意采。我采了老半天，这个2个猎人很辛苦的去采、去煮、弄好拿去卖，一个人。毛利2000块，还要再扣掉油钱，更辛苦一整天。他可能一天只有赚1000块，他愿意做吗？不愿意。所以满山的食物没人做，没人采，没人卖。贵竹笋就这样被浪费了，就这样浪费了。